快灌进去我就。你看我现在脸油光满面的，我没有化妆的人，硬生生有一种腮红的感觉。这叫肉场面，不花钱的腮红，天生的。你咋突然变得怪怪的？不是，主要是你别撩我，你一撩我，我这个人，我跟你说，你跟我聊天能聊，你撩我，你撩我一下，我这个人容易哑火儿，你知道吧？怪。等你有钱了，小姐姐买两排，白天一排，晚上一排。我告诉你，北辰会虚的。播不下去了，播不下去了，我那个。你看我会起不来的。你看我的手跟我的脸。有0.5个墨镜，一什么一吸0.5个。你瞅，擦着吧，你看我手和我脸那个对比。我操，好红。你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不打？那个什么？我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打不打？你都开了。转一下，转一下话题了。我那个什么虎一般，这个虎一般的女子又招架不住了。来，嫂子送你有没有两个墨镜？加个分啊，11，11，0.5个墨镜、啊。什么？你要5个？什么有5个？我也是，虚不了一点。我有，那不是他们那什么啦，是你起不来，会立不起来的。白天一排，晚上一排，会虚的，哥哥。我聊点其他的话题吧，我那个什么。咱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。啊！不行了，我憋不住了，我好想尿尿。啊！你打 PK， 你说你去尿尿，我憋不住了，我再也不喝奶茶了。过个家车，过完家车有什么上什么？你别干嘛！哑火了。欢迎北辰。喵的，你不是没有被人表过白啊，他妈的，人家说喜欢我，喜欢我，我还内心平静的很。不然我们那个什么自由活动一会儿，自由活动一会儿。那个，那直播间交给你们了啊！那个什么主播，主播有事儿回家一趟。那个什么回家一趟。大哥，你这还值啊？你这还值啊？你这不是值了，我跟你说。要不是认识你有段时间的，我都会以为你要是渣男来了，知道吧？那说话一套一套的，人家都说什么什么弯了，人家不是渣男，渣男。
这个声音了吧？你左右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谢十一的弟妹奶茶，恭喜十一十天十九小飞登机。你叫鬼呀、啊？你他妈的红的吗？你知道我的妈那个脸，立马就退下去了。我跟你说，立马都红了，来、啊、又变白了，够白不？哎，没有啦，够白不？弯了，什么弯了？没有叫鬼呀、啊？啊？刚刚那个是我妹妹。今天晚上小白局啊，你一朋友疯之前情况跟你差不多，然后呢？请问他的下场是什么？请问他的结果是什么？说啥呀？都来争风了，请哇暴击卡耶，请把他的 V 过，他的 V 过来，什么暴击卡？抽中了暴击卡，120的 V 啊，幺二什么鬼？哇120都没救赢。哎呀，没有啦！啊呀呀！人家来的赢哦，我那个什么理解差了，理解差了。人家正常起来不是这样挤的，正常了，正常一点了，看到没？我的脸还有66个积分，我还有17积分。66是多少票？6600。闭嘴，当我没说。打翻妹上也算。谁在坐月子？那院长，那院长都说直接还给你。那是你不够心动，面不改色。不行，脸红不行。哇嘎，脸红跟烧起来一样的，那不行，你正常一点。咱们正常一点的。我什么时候红过脸儿？我在想，妈个，妈个，咋他妈都没有红过脸儿？那个脸儿都没有红，喝酒喝那个什么8+1的时候红过，过敏，那时候喝了一口红脸。第一次没有喝酒脸红脸。哦，台总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呀，么么子？不是那个什么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就是，嗯，可以的，么么子。我等于8+1嘛，对，真的。嗯 ，Goodbye， 你为什么要跟我 Goodbye？你现在在我这里就相当于你跟8+1划等号了，让你如此刺激。你是来搞笑的，你我们不是来搞笑的，猫猫子，你想他正常吗？你想到正常我明年。整的我都不会说话了，我只能这样用正常的语气跟你们说话了。
不会沉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乱乱腾腾。欢迎小谭在上。我不是来挖坑的。今天我是温柔的默默子喊谈，咱们。哦，今天我是温柔的茶宗。你不要让我破防了，好吧？你喵的，你喵的憋得很好的，然后你来一句，你给我整破防了怎么办？嗯破防是小事。